演示一下怎么手动换刀。现在我们那个主轴上的刀具号是2，看看想把这个刀具号换成T16吧，看一眼啊。现在有一个现成的 T16，但是如果说要编辑的话呢，先按这个进入这个，先按这个操作界面，然后先按这个坐标存取界面，然后按 C 进入这个用户界面。在这下边的话呢，可以直接就是按 Insert 编辑一个，你想换哪把刀呢，就编辑哪把刀。比方说你想换 T16，就输入 T， 然后16，按确定，然后呢再按 Int 执行。OK。然后打到自动模式上，按 Int 键，按 Int 键，它就会执行去手动换 T16的这个操作。好，开始。